这个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有要的举手。一、二、三。是，啊，再坐，伫倒位。四个啊。哎、欸，四个鸟。啊，惨啊！安尼要怎？来，两百块个人还袂买着咸猪肉的举手。哎、欸，佫少一个好不好？咸猪肉两百两新的。来五个。快，慢慢。你招八个人，加紧的招袂到。来，两百块来。来六个，最后两位咯，看清楚咯。八是分这两包哦，最后两个，我一包拢完分啦，全部八个客人来两包，来六个，最后两位了，先出咯。庄展，十外斤，你有来过？八个人加一个，吃要两斤尔，来两包，最后两位，住在中部对不对？状况几个？差，人家还没了解，你根本就需要几包没？没错，赵俊进，如果你结婚了哈，不要太常看。还有还有还有，有没减几包呀？只有这两个一包。跟我这么花三包你袋，你两个分分的啊 ？OK， 来这样，跟我这么花来。我们请文才现身说法。来，跟我这么花，谢谢啦。谢谢。我让你示范一下哦，现在文才在吗？来，他表演一下给你看。好，我刚才吹掉几只。多少了？六个吗？来，全部六个。全部六个，一个人两百五。耶！来喝，还要吃啥物啊？但我是我知影，因为伊啊品牌啊袂起来，啊一个尔。我今仔头前三百个拢输尔，所以后壁包好我再来处理吼，但都不赶时间啊，谢谢。来，我要吃这来。文采这样还敢说他是护卫队？哦，新的哦，花雕鸡来，免500，来300好嘞。竟然敢中途离场。一包就爱卖你100，去餐厅吃看卖。一包吼，要加大瓜炒哪类？一包头盔出一个盘，不再大盘，差不多这样而已。你阿公，这两包出小菜花雕鸡500，有要吃来300好嘞。300块。很爽。你哪摆去吃？要去湛州店，恁就知影啦。花雕鸡好食，但是吼，就是无俗。哎，300块现钱哦，看卖面送你了，来300的花雕鸡。300块。300哦，这我没有常卖啊，花雕鸡吼，来300。要送没有啊？今天三十来五个人去吃，这300给等于吃。加热就可以了，没五八七八，来三来两百六，200块来花雕鸡，来叫姐妹来花雕鸡200块，来几个？五个而已哦，花雕鸡五个人给你哦，来200块来，小姐再拿，有他拿给我，再拿一次嘛，来三个，我喜欢拿两次钱，花雕鸡都不拿嘛，我用得来，三个，最少都有几包，不啊，拢给我加吧，来花雕鸡贵了嘞，三个。谁买的，小姐？谁买的，大哥？大哥，姐上。花雕鸡，大哥，谢谢你们。200块。最后两个人。我真正是袂爽的，哇！你上班200就无赚钱啊！我要送你，好不好？四包给你们，来，最后两位的花雕鸡，来200块。最后两位，200块的花雕鸡多少？来200块，最后两位了，没有了。开始捡起两包，捡起三包，再总共四包好了。花雕鸡都买到了吗？大哥要一个来，赶快。两包好了。最阿姐娘，花雕鸡来，谢谢你。蛤蟆分钱哦。对，蛤蟆拿分钱。蛤蟆什么？两包。哎，这么分蛤蟆啊？什么？两包。来，蛤蟆什么？一样好嘛？好。来这边还有。可以，是要在这里统计一下。可以啊。这个有蛋的，这个讲为什么啦？哎，请了一个三个老了的。来，请了我了吗？有了哈。
好啦，谢谢。小贤的早餐好像有在，他可能下午有事。大吃锅内拼盘的大哥已经跟我讲很久了，差嘞。我这边玩。回来话旁边先给我玩。一千多。大哥等很久了，不好意思。过年哩，我你也发可以。用用发一千块，你都要过年过啦，你也行啦，你有再个不枉买水。锅内拼盘，那一千块几个要吃，赶快来。我讲讲介绍你，你夹菜啊，人家搞退休搞久的久啊，我拢无通起来卖，唔是我无人卖，也是公司无出，公司无做，所以我无可以来来，不会啦。来一千，阿姐，要三猪脚，这个都加了，华南最后也能来，因为你办法，你点哪里呀、啊？我先评估，应该不来得及了，过来。你有什么奖品牌？赶快一千块给我。来，大哥好。来一千块，各人要吃一半嘛，一千多。过来路上路上面，东区。来一千多，一千块来，赶快哦。到这边多久？我无小贩谈白领的，无小贩谈上面。那我等下帮你问一下。来一千。那边过来大概，等下我帮你问一下哦。个人没在去广播来一千块，一千块来包下钱。因为他桌面我没有看到，我看一下他没有带。来，这料包哦，这两斤，这一公斤，这一公斤，一公斤，一公斤。他、啊、这是强酱的那个麻油鸡，也是两斤。现在这一标结束了。来，去广北你签的一根出去啊，来，就签了没好不好？我这块就一千块也可以，一千块都买到了吗？这个大哥要吃哦。那个箱子啊。送给谢甲干部。有啊。你可以来尝，你可以来尝。你家己献，你若感觉会当出来，全房出出来；你若感觉会出一个，全房出出来。家己献啊，这个时阵，每个都忙个去旁边。来一千块几个买？来一个。一个买哦。三块。那还要送什么？随便送。送我的华丽啊！哎，盘子给我。盘子，来送三猪肉，来，要不送几块三猪肉，一顿餐，这几块嘞，刚好。你要吃袂无？这是几个以后的，来一千块来，会当煮火锅，这会当摕来煮火锅。来一千块，啊，真正大哥要吃尔，啊，都无人要跟吃下尾尔，袂当困去。哦，快迎客，来一千，搁少两个好嘛？一个一个。这买当两杯煮了，来啦，当两包来煮了。来一千多，一千块。那个嘛，一家生命给干呢？单倍粒子炖全鸡，我拼盘，不可能用这一只。这家我给下来，那上大只、上贵的，我来用这家，我就是我先要跟恁拼。新年快乐哈！来一千个，一千块，买三个就好了，三个就好了。来，阿妈，你吃，你吃，你吃，你我吃，你我吃。我你去聊呀，来一千块，两个俩呀，安尼我卖两个得啦，我不爱拖，一只已经压错啊。哎、欸，这家都要错啊！现在都继续上位，爱料起家嘛，更好。来，两个客人可以来吗？哦，两个比较轻松。没事的，你好，我这边要帮你问候。来，啊，接上，鲑鱼，鲑鱼好了。来，选择没事。来，过来。来，哥姐，鲑鱼。文采的门口啊，店门口除了写鸡肉饭，旁边还有挂个小招牌，叫做文采家庭代工。到送的哦，送的哦。我爸好，好送的好。来，我爸过来，鲑鱼五百块。鲑鱼五百。快哥，我几袋啊？有送的哦，有送的哦。两袋、三袋、四袋、五袋、六袋哦。黄泽熙有送的哦。不是一千哦，我不是卖你一千块欺骗哦，是五百块哦。几个杯啊？两个，两个杯啊，三个杯。我讲真欢喜，这个可能破千，你一千个杯无？来五百块的。五百块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八片给你，五百块来，鲑鱼来五百块来，两袋来，三袋四袋来，五袋来，六袋来，七袋来，八袋来，吃个爽，来啦，五百块的。吃个吃，吃个欢喜，吃个饱，哪开五百呢？搞收鲑鱼呢？来，今日八片。来五百块，啊！一条带出去无，就是咧找鲑鱼头啦。我两个一个。好啦。来五百拢无咧，几个无关着。一个。来，
快赶到了，来最后两块就好了。我要上来了。我爸过来，最好两个人给我爸。你睡醒了。来，我给来两块，再来。我等不准备等于我爸爸妈妈。我送你一声妈妈，来别停，我爸过来，最后两块鲑鱼还没被人家救。我爸我要上来就要看后面的小鲜肉。会给我爸包工人在担心啊！我怎么还有整只的龟啊？那个小鲜肉早上还在啊，早上还在。昨天讲了他下午有事。二来八七再来，八七再存下就行了啊！我你要抓起来啊！还有啊，慢个猛啊！八七再是用真的了，哦，猛个猛狂抓住啊！啊，要吃吃啊，要求拿两百过来，两百块八一样。一人拿钱拿钱，大吉大要两百来。大哥要求分来，大哥老要求分来。来，李上来，谢谢，下去。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送礼。要大吃啊，这边细吃啊，不是我看到的话的哦。来一千两。两百哦。两百过来。你爱吃呢，那我白烧。来，两百块钱，两个钱已经拿来中间啊，你两个忙烧我。来，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笑迄个啦，迄个我较欢乐。阿布，来加啥笑的咧？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。你就乖乖的，就甲人好平淡，不要肥安尼。来，大姐来，来两百块，来今日上无了，上无看到。来，前面小姐来，来小姐，拿到，杀好了，回去哦，解冻一下，水冲一下，阿北当个先啦，不要泡水啊，我进不去哦。来一个给我。哦，你就这样直接下去煎，不要抹盐了。还可以收一个吗？我跟你在一起，都要喝干多，我哪里干多有包？我这钱赔了。OK 了，来上头管的发起来。大哥，你不管发起来啊？哎，也七十块了，也免两百，也收七十多。我吃到医生的烧的熬的困袂去，所以一定爱买。来，要吃鸡腿排来，这个是哎柠檬的。哦，材料好哦。来，有吃过我们家柠檬香茅鸡腿排的举手。一般香茅出来，你对餐厅带出来，因为要提香，这是增加本钱的。我无需要那做嘛，一斤五十啊，两斤一百，四斤两百，五斤两百，六斤两百，有人要吃无？来两百块我来，柠檬香茅鸡腿排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来一个给我。赶快两百给我，来三斤，来四斤，来五斤，来六斤，来七斤哦你，来八斤哦你，为你掏咩啊多啲嘢啊，为你掏啲，为你十斤哦你啦，超爽啊！三个，我真的。这么贵啦哈，这么贵啦哈，两百块，后来你准备卖几斤？当然笑得出来啊！来六斤啦，八斤啊，你不看我吃点钱？哎，五百的少了哈。我得乖点，我叫你等来啊。收大话，我叫你等来，你就收啦哈。柠檬，柠檬。我都是新闻人的，哈哈，来来来，哈哈哈，来进来，来开心开心，开心，怎么了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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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好啊，好啊，三个，三个。好啊，慢加收的啊，来两百块来，十几，十几，十几。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柠檬香茅没完，来半个啊，来六几。阿姐，我这边还有三个没拿到。来十几，好啦，你卖完多少？我就给他发的。来，十几，十几，好啦。好啦。来五几，来七几，七几，九几，十几。你等三回啦，我就可以加。你要说一个人哎，他一下一下过，你阿罗，你阿罗过啦。那两个人还拢很快。来来来，今天开个拖呢。你先去哈。来，柠檬鸡腿。你先去。来，啊，购物啊，购物啊。来，飞机来，来，十几号你个，还要收啊，这边呢，要洗大罗没啊？你拿起来，我闻看，真的超香的。我这边还有一个。来，六斤飞机，高斤的。来来来来，好来好来好来。好来好来。我到哪位啊？三月份才有钱，他不会差了，下回他这回先吹过来，都搞到钱黄衣。两百块，还都拿到了吗？我这边都拿完了。这边呢，绝对好。来，给我。这边可以啦，可以得了，来柠檬香茅鸡腿来。妹妹，
都买到了吗？然后还有一个来八百找你。我寄一支啦，哎呀，八支啦，九支啦，十支啦。要八百点货。啊，无你家己试啦，我全家拢吃不输。小姐要吗？我讲给你吃香。哇哇，小吴尊还没离开啦，小吴尊只是下午有事的。哎，都拿到了哈、哦。都有了嘛哈，好，谢谢你们哈，去我们身体要，给给对给个救生，再一个给我，再一个了，再一个了，给了给了，再一个了，我救生啊打，小姐你给我退吗？你回来，你快点掉嘞，来分的啊，来过起来过起来，对了对了各位。第一次来看的哈，第一次来看的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。90，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最后，恁三个人给你啊，两百零。我的媳妇好，来小姐呢？陈阿志你好。五百幺。来黑啊来，来都加黑啊三倍啦，来白黑啊来，来站起来，谢谢，站起来。来，大哥来，来多一份哈、哦，你有买两份要讲哦嘿。来这边黑啊，来，大哥来，来，来，这里，来，谢谢你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小姐有人点，你能不啊你？哎呀，讲起点，讲开始，来，你能不？我要吃小块来，两个人给了，你无金钱，我无小块来，五百块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两个人，小姐，来，最后钱，三百，小块，三百两百。你要小腿吗？我拿回家嘞。三八的是几位？这是三八。来了哇！来，你等个妹妹。走完了。我没了。你搞什么？后面还有，没有，没事。哦，带上去。啊，没事。来，准备。吹点吧。来个这。这里先吹这啦。等风吹出来，我紧呐。龟头。天哪！千辛万苦龟头终于出现了，来，我们家脸大牛排的哈、啊，看这边漂不漂亮？来1000块了，一千个，我来卖家脸大牛排，我做不会啊，金价税也搞出出，这都一样重，来1000块就结费了，1000块脸大牛排，我来卖什么？来1000。李小姐，李小姐是谁啊？来高吧，开背吧，龟姐卖萌娃来，我爸和我的。我们这里有李小姐哦。就掏钱费来，脸大牛排，我爸。五百，五百，五百，没错啊，五百，五百，千块呗，五百，五百，五百呐，哈哈哈哈哈，你醉呀，你醉呀，五百零啊，我无醉啊，醉啊，你先醉，嘿，五百好看，五百没错，五百，来钱来，我去给钱条，来1000块，你呀，五百好，五百，元旦两百，五百都来，三百来。还要吃包鱼蛋的啊，你这样，还要提一袋，我今天挂掉你。不要给我，我来了，这袋上挂掉，来来来，我包都。一个咩人啊？一个安尼三斤三斤，看你用几多。娃娃，你下次上来，我都要叫你，我都要叫你李小姐。你们不急，我过来一点，来我包过来，最后三个都，给大家500块。来500块。我来公斤的，别晒风。修改，二修改来，来刷第八火把过来，来，刷第八被火把，刷第八被火把，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单独卖？你第二火把过来，哎，啊刷第八不要紧急啊，你加刷第八被火把来三百，两百块完了，两百块，今天差好多四百块，你买两百块，今天卖没？哦，突然变，两百块，到4:30。不啊，只能三十。春火鸡啊，有要吃酸鸡吧？两百块百块来一百六。火鸡啊，娘，春火鸡。火鸡啊，娘，来一百块。白轮白炒春，真正好吃。来，叫三个，来最后两个。来，我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双鸡吧。来，来光棍。来，春鸡啊，娘，大红来，大红来，来乖。金价都起来，这比我前卖的价还要多。来包鱼能办好多回来啦，分三包啦，三包回来。我拿出来的。大锅给钱给倒过来。来包鱼能办好来，给点金条钱过来包鱼，我一单都不拍死，来一包好，三包了，三包了，来四包了，四包了，抢完，用这笔最好了哈。
吃饼吃喝啦啊，直接解冻就可以马上享用鲍鱼大餐的，七八百五八百，你两百，直接那边来这位小姐，好包了吗？两百块两鲍鱼，就够价。你要煮火锅倒一包下去，那个汤桶哦，真正赞的。要吗？要。我看你来谈吃不完的。来，我这边一个哦。来，鲍鱼两百，我给你收，我给你收吧。鲍鱼两百块，来，今天大叔来不用。来，我两枚，来，我这个起来。